老师，谢坤成伊主要是伊的这感冒病，是不是得到这个毒素病啦？哈，是不是这个哦毒素病？是不是爱改考起来？哦，爱改考起来。然后呢，如果那是这方面的问题，伊到底呢爱用什么款的药剂哦来防治？伊讲那是无处理好势，今年可能无物件通好考咧。嗯，这个是啊、目前改看起来哈，这个。在整体上的一个这个状况、哦、好像也不见得是这种、这个病毒病、啊、因为这个相片看到你远远、哦、已经有欠很多张，但是这个心肺的这个部分所表现出来呢、是不是红蜘蛛跟到这个、非洲菊、斑茄蝇、斑茄蝇、鱼卵糖这类呢啊，会比较严重吼、哦，这个只有是上尾一张，这个吼、哦、好像感觉有一点点啊，这个啊，这种病毒病的这个状态吼，其他倒是看较袂出来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有的人是会怎甲伊念掉啦吼、哦，就是讲啊，先甲伊这个许上尾迄个这个提掉安尼吼。那么，但是呢，这个看卖者啦吼，我个人还是觉得。没有办法很直接去断定齁、哦、齁、哦。那么有尾啊这一两张倒数第二张这应该是这个的机会的足大，但是啊有时啊阮是甲伊因为你挺喜欢较凉料齁、哦、算伊有诶会怎那种缓过来安尼齁。但是这熊它还是病毒病啦齁、哦、所以是不是要慢齁、哦、所以我是感觉讲啊有时候我们在讲较好齁。哦所以这个我甲看起来吼，你讲喷什么物件，这个也没有什么效果。你讲病毒病吼，告我上面药啊糖喝有没有？到目前为止吼，这个咱真济咧研究内底吼，比如讲像这个氨基寡糖素吼，目前是有这种比较大家认为对这个病毒病好像比较有一点点的吼，这其实是一个这个。咱这类似可寡糖这类的这些东西齁，反正这个就叫这氨基寡糖素齁，这不要神奇齁，这这在中国大陆这市真多，台湾有人在卖啦齁，就没说什么真碰碰跟说什么绿色奇迹啊是什么款齁，如果那些好用啦齁，我跟你说齁，假设啦齁，假设那是那好用的你都不用烦恼啦齁，这大概呢大概都会走去你到这个齁、哦，那么这个去排队齁，但是确实就是讲这个氨基寡糖素有一定的一个这个效果，未讲完全无效啦齁，就是讲伊其实就是这种的一个这个齁、哦，那么也当来给伊小用一下，这对这种病毒病的一个这个这款的一个抗性齁、哦，它确实是会有比较多一点点齁、哦，就是讲那种较耐安尼啦齁，比较耐齁。不是讲，不是讲安尼甲喷落，啊，就怎会好去？着病毒甲喷喷的总还好，买下袂好啦吼、哦，所以没有那么有效吼、哦，所以呢，你得卖个去寻求什么特殊的一个这个特殊的一个这个配方啊啦吼、哦，但是就是讲伫这个研究内底吼，伊利用这种这种寡聚糖、可聚糖之类的吼，氨基寡糖素吼，那、哦、伫咱变讲像。这个鬼啊，这个退氯环化病毒哈，这是有去做研究哈，就感觉这个在研究上哈是可以看到有一点点的这种的这个好个哈，所以呢，所以好像很多人去追捧哈，但是我还是跟我是跟咱所有好朋友讲哈，所谓这种的这个好个拢是一个相对比较有喷甲无喷的啊，确实有一点点啊的一个这种。就是在这里面有一定的一个这种这个效果，但是你一捏粉丝的一个这个密度，你若无甲试落来吼，假设你没有把这个密度给压下来，这赶快啦吼，伊反正伊在底下站来站去，站来站去，伊就是那种囡仔去打幼点，安尼，伊个病毒就是底下跳来跳去，跳来跳去，跳来跳去，所以呢，小朋友呢，就感冒后就过来，感冒后就过来，感冒后就过来，吼，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哦，所以是不是就讲？有用跟没有用真的是有差，有差很多吗？不知道，所以这个真侪好朋友问讲，这是不是有这个大陆这个用的很多吼，这好像很红吼，但是足侪经咧做，即马那些话好，什么
啊，即、这个吼哇一堆啦吼，这甚至呢啊，伫市面上有一个很专利的这产品，但是我冇甲摕来试啦吼。但事实上呢，啊，有一定的效果的，就讲、是。迄种拢是因为咱无迄个足精准的数字，就是讲，即个有喷啊，即边无喷，哦啊，病病得病毒的时阵，伊嘛是同款的得病毒啦，袂讲袂得，但是好像表现出来无 Q 甲遐尼强安尼尔，吼、哦，即、這個、差别是伫即个所在吼，所以没有什么其他有效的方式，除了营业粉丝过好势吼，即细长的时阵，你那是无啊，即有诶真济就是。希望去做到这种非农药的解决防治的解决风险的时阵呢，那么这点呢的相当的这个困难哦，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这款的解决得力了哈、哦。那么这里可能要稍注意一下哈、哦。那么是安怎的规排拢扣掉哈、哦，这个一定要去确定伊的解决原因，有可能就是因为你啊，这个操作上的解决关系，并讲。未来未起吼，即机械性的这传染吼，即除了分散以外吼，机械性的传染，佮一个就是这种啊，一挂在小型昆虫吼，即类嘢吼，所以目前伫你的相片内底，我看到只有倒数第二章这张呢，应该可以去判定吼，即应该也是未佮 QQ 吼，所以即应该是含即病毒病吼比较有关系吼，但是。我觉得很怪哈，我感觉真怪，你这个长呢，感觉无筋啊，从无讲就有生气的一种感觉哈，就讲、是、感觉伊简单讲就是讲袂春风啦吼，那种无一种该有的活力啊，叶啊呢水水黏黏吼，是不是你水分的这个管理吼，这控制了唔对吼，你甲计算你那是做滴灌吼。你做滴灌，你甲算吼，伫这种的一个这个温度，即马这种温度有超过27度，这种伫新温室内底27度、28度，阳光普照的日子，一张感冒病若无伫这个1500毫升的一个水一张，吼，这大张啦吼，伊哩这大张的这个感冒病，若无1500毫升的水无三够，一张一粒半，吼，你甲扎看卖啊，就是讲你甲扎看，因为。你这伫横林，伊土壤会佫干一点仔水吼，所以你三工一遍，你甲扎看麦啊者吼，就每天它基本的一个消耗的这个水分呢，以这大长来讲吼，500毫升在新陈代谢里面，特别在降温的这个需求是有一定的这个需求，所以你这是不是水分，我还是觉得水分有一点点问题啦吼，所以是不是你爱，因为看起来尤其头啊迄几张吼，真个伫。是浪涨了，搁落来即个吼，即心肺连连，然后迄个形实在是看袂出来是即个病毒啊、哦，因为迄连，所以这个含病毒的血啊，通常是会痒痒吼，一点啊呢，叮叮迄种感觉，你即连连吼，然后又没有黄吼、哦，所以啊，爱烧水分爱烧注意者吼、哦，嗯。